大家上午好，我是大海。看着前面这些煤了吧，我家今年呢已经烧了第六车煤了，就是第六吨煤呗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我还得去买一吨去。这个桶呢就是我家装煤的桶，我一天呢，我家每天是这几天是烧，每天烧五桶，前两天冷的时候一天烧六桶煤，看这么大的桶。哎，看见这小狗了吗？这个小狗就是前几天让车把腰撞折那个，还有腿撞折的，让我妈给他喂他云南白药，打个夹板，给他治好了。这尾巴摇的，行，咱们现在去买煤啊，咱们看看现在的价格是多少钱了。买煤这个地方啊，离我家有三公里，我现在往前走呢，看到前面那个山了吧，他家就在那个山的脚下。卖煤的已经到了，哎，那咋要走呢？我买煤多少钱一吨呢？450一吨。450、啊、对，给我装半吨、啊、那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我马上就回来。那我上这等你啊。哎，好。咱们进他家院里看看哈，卖450一吨。这煤还分成大块小块啊？来，我来看看。啊，你俩是一家的？对。啊，这是煤，这个卖煤的活就埋汰哈。可是吧，造的多都啥样了？哎，我看那个沙县有一家不卖440吗？440啊。那你这煤不都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啊。分大小块。啊。这个440我也可以卖。440你也可以卖。对。啊。这个440也卖，那小块卖不了。哦，大块的440。完了，小块的那个也卖不了。小块是450。啊，你周围有看看。那大块跟小块，它俩不都是一个矿里出来的吗？是啊。啊。它块大，它抗链吗？不是。那还是抗链它好呗。小那个小块的，就是。它起火快点是吧？对对对，炒菜啥的好。这个就是啥，燃烧的慢。那这回这些煤卖完了以后，是不是啥了？那个就不拉了？也不知道呢，不一定的。啊，要不知道那还行，那我就先买。也到时候了，这点卖完了就拉倒了，都几个份了。我现在先买那啥呢，买半吨试试，看看它好不好烧啊。那你看要哪个？你要想起火那个快的炒菜就是那个，要是这啥？要是晚上睡觉要压炉子？哎，就这个。那就来大块的吧。行。你那个什么吧，给我装一吨吧，装一吨。要装这个半吨你也没法送哈。行，我们这里装煤啊都是人工装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这边这个装煤吧基本是没有面儿，你看都用叉子装，是不是都用这个叉子装，叉子装吧里面就没有面了。这个还是挺厚道的哈。现在这个煤啊先上秤腰一下，行了，我现在坐这个车跟他一起回家了。啥事都开头了。
煤已经卸完了，这些是一吨。今年呢，我家一共买了七吨煤，前六吨煤呢是花480一吨买的，最后这一吨呢是花了450。看这小狗，我一回来它就来。我这上冬以前呢，我又买的这个木材花了1500，你们再加这七吨煤，你们看看花了多少钱？你像我家这个这块儿，也到每年的5月末6月初，冬天才算是过去。看看能花多少钱？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